好，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介绍过，就是那个素材，那个简报，对不对？你可以找。那么其实一般大家最常用的那个简报里面有微软不是有那个美工图库吗？用很久了，对不对？有没有点想换的感觉？老师都用那几个，那我们呢，在这边呢找给各位看一下，有几个资源，其实你可以参考看看的，导读的。先好，在这边，免费的图库，像我们刚刚这边有没有？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刚刚有去这里嘛？另外这里还有一个什么？新售的 Office，这个也是比较特别的 Office 哦，它也有提供很多的免费版本，也都还不错哈，你也可以参考。那么另外呢，在这里，在这边哦，这个网址我先给各位看一下。我主要介绍两个哦，一个是在这里，一个叫 iHomeFinder，这个比较适合就是一些小的图示，小的图示哦，你就直接打关键字也可以，哦，或者在下面这边呢，它也有很多，还有很多一些小的图示啊，这些都还不错的。假设你想要找，比如说 Office 相关的，你可以找看看，有很多可爱的。当然，有些是要付费的啊，有些是要付费的。所以，如果说你还是秉持那个 free 的原则，最好你就来这边找 free 怎么样？包含商业使用的，甚至商业使用也不用连回去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就是去听过那个创用 CC 的课程？创用 CC 那个就是著作权跟使用权嘛。啊，有关系的，教育部有一个网站，它专门就是在讲说，创用 CC 上面那个，那这里呢，我最喜欢是用下面这个，就是你可以商业使用，也不用连回去的，啊，也不用连回去的。所以假设你要做这个筛选条件的话呢，它这边就会出现一些，那重点在什么？我们第一个就要 clean image 好用，对不对？但是每一个都要区分，你想不想？很累耶。每个都要区分也不好，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假设这个，还是大家比较喜欢这个美金的哦。好，我们用这个给各位看一下，好了，好，来试看看。好，假设你喜欢这个，你把它点一下，它里面呢就会告诉你这张图，重点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个 PNG？因为这是你要区分哦，跟你用那个美工图库一样，今天你不需要再做区分了，直接下载下来就可以用了。你看哦，我们在这边，如果我把它用到简报里面，反正这个现在大家都会了嘛，拿进来，丢进来，啊呢，这就 OK 了，不用去背，直接就在上面了。每一个都要自己去背，虽然好用，也是会累啊。好，所以你用这个方式，这里就可以找到很多。我们重点你要认识 PNG 这种格式，所以以后你要找图库，最好是找这种去背好的 PNG。就很好用，好，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可以确定这真的是免费的，叫做Open Clip Art。我等一下会把这两个网址再秀在上面，好，各位如果有兴趣，你可以稍微抄一下，当然网站上找也可以哈。在这边呢，还有一个是叫做 Open Clip Art，这个更好，因为它的解析度可以设更高。好，您可以来这里。这个是它本来就是 open 的，就是完全免费的哦，所以你要使用的话更方便。那最主要是说，像今天有的人可能就会适合来这个，有没有？给他来一瓶嘛，但是不能开车。OK，好，重点是在这边，就是如果你这个直接抓下来，看起来，万一我要的是更大张的，可不可以？可以，因为它上面是向量的，你可以直接指定哦，很特别的哦，在这边甚至你可以线上直接编辑，我们要的在这里哦，这里有一个，有没有发现他说，你把你的解析度把它放进来，有没有？并列的哦，那这里呢，如果你不太清楚的，你可以划过去，划过去它会做一个说明，然后告诉你说，这个呢，这个把它
收起来，这样你才能看到。比如说你想要比较大的解析度，我想要到2000甚至3000都没关系，你就直接把你的那个解析度直接放进去啊，预设是800，也就是说你下载下来这张预设的宽度是800，但是我觉得这样不够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给它大一点的，假设我要1600，我先不要弄太大了哦，然后按下载，它就给你1600，这样有没有比你去找图库还来好用？你做美工，我们可以找啊，可以找图库，可以去买。可是它都总是有解析度上的限制。可是这一张呢，你看这个，打开，在这边，这个 SVG 很强哦。这个等一下哦，1600，它是这里，抱歉，应该在这里下的。这一张就是1600了，有没有比刚刚那张大一点？我把它直接存下来，我们确认一下。好，存下来了，打开。看一下这一张，你看下面有没有发现高度是1600的，对齁，所以你要多大自己选择，而且这个解析度是不是还不错的，还可以接受。我现在是有放大的齁，我现在是有放大的，所以你可以发现说，这个网站其实在各位，你如果说是它上面有的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就是你可以自由的使用，这样就可以避免掉。因为说真的，各位，你知道那个微软的叫做美工图库，实际上如果你的电脑不是装正版的 Office， 用那个也是违法的，真的。或者你不是新版本，你用新版本的图，那个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微软的那边限制比较多。好，你如果说假设你的电脑面没有正版的，公用的应该比较。应该都有，没问题。但是私人的，也许有些你可能是不是用正版，那就比较容易会产生一些问题。那你可以到这边来找，这个它就是完全公开的。那你也可以去找找，用关键字去找，虽然都只能用英文了，不管是哪个网站，你都是用英文去找，可是上面的图库真的比微软的多很多。那这样你要能够用的范围就多了哦。所以我把这两个网址我待会弄在荧幕上，你参考看看哦。